我记得我演的是一个虾婆婆，在这戏里边，其实，这个虾婆婆，她对这个花木兰本身的个性、她的成长过程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很多时候她点了一句话或者点了一题，让花木兰在度过一个难关，或者是让她更成长。所以，因为我跟魏导是，在《杨门女将》的时候就合作过，所以她请我拍这个。让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他再度合作。我想是，当他讲到他们那个村，他自己其实所有的他的孩子都已经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唯一的孙子，他仍然鼓励他参军，他为了就是保护。可以保卫这个村庄，这个国家啊，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对花木兰，就是很多次花木兰受到挫折，包括她，花木兰本身也有一段时期跟我一样瞎了，就是跟戏里的瞎婆婆一样，不是跟我一样，跟瞎婆婆一样瞎了啊。她就告诉她该怎么样度过这个时候，啊，该怎么样去学习。可以在这个看不见世界就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光明处。就令我非常感非常深刻的一场戏，就是最后花木兰凯旋归来以后，整个村庄的人都非常的非常的高兴见到她，尤其是花婆婆夏婆婆，因为夏婆婆的话，她不但是要代表自己，她死了那么多后代啊，而且要代表整村人跟他下跪，谢谢他救了自己的国家。那么这场戏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场景的关系，我们先拍了这个无锡，他村子里的戏。然而这整个过程呢，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出了外景去打完仗回来的，都没有拍。所以我跟导演两人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想应该怎么样去拍，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演花木兰的女演员呢，她是一个很心理演员，她的过程她没有这个过程，而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过程跳动了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戏是在最尾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两个人都是就是一直在探讨怎么样可以把这场戏能够感动人，让人家真的相信他经过了那个战争。其实当时我对这个用这个新人啊，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就是魏导的话啊，魏导跟我讲，他说因为他是也是学舞蹈的，我们知道，因为我当初我拍武侠片，是因为我拍动作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学舞蹈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学舞蹈的演员在某些方面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他的腰腿啊，起码是柔软度是够，而且动作可以说是非常漂亮。我记得那个女孩子她的一些戏很容易，就是如果你给她一个很好的交流的话，她是很容易。